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梦境之旅》。那游戏的话，要自己注册账号密码，然后会有一个实名认证。好，那你也可以让他一键注册，但是还是要需要实名认证。那因为我是试玩啦，所以无所谓。那我现在用游客游戏来试玩嘛，那只能玩60分钟吧。吧，我也没玩过。游戏是3月12号开启测试。我那当天就看到了啦，没关系，我就今天3月18吧，有空才来玩一下这样。这边的话，先选一个旗帜哦。那我也没玩过啊，都是第一次。好，字幕比较小一点。然后剧情介绍、世界背景的介绍。王储失去记忆，逃亡到不知名小岛。我们不会是那个王储吧？然后点击的话，你要点大力一点。哟，这边是二次元的那个例会耶。然后部署完成。哦，是经营建造的玩法哦。先盖农田，然后盖这个林场，然后嘞，要么去探查一下，没有啊，继续盖矿场。好，上页。欢迎欢迎，经常有厉害的人光顾这里哦。然后有语音，然后这是 Q 版的五星。那刚刚那个英雄殿里面那个角色有一点点 life 热低啦，不是非常灵动，就是很像纸片人在那边动。然后这边是兵营。然后就他刚抽到了女武神，他要自己补兵哦，我们要手动补兵。好，然后奇迹大门谜语，然后点击吗？好，哇哦，这边是那个 roguelike 的玩法哎，哦，没有教学。祝福精灵，善良的人才能看见我哦。然后进来之后再三选一，攻击距离增加，魔法值提高，移动距离移动。哦，我刚刚好像有瞄到他们那个游戏画面，好像是战旗玩法。我守护他很久了，所以是战旗玩法咯。然后这边是离开吧，是不是刷新事件？剩余时间21年，我们来吧。OK， 所以是有点像战争游戏、棋盘战争，然后有 roguelike， 然后有那个所谓刚刚我们那边有内政经营嘛，建造一些生产资源、生兵啊、兵营啊、招募英雄嘛。好，这几个玩法元素大家先知道一下。好，然后嘞，没有教学。我们的英雄没看，没有在上面。我们这是我们刚刚士兵嘛。然后，哦，格子比较小，我看可不可以放大，可以放大，我可以放大。然后点它之后有一个蓝色的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移动吧？我们点两下就过啊，获得一个法杖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攻击的范围吧？应该打不到吧？然后这个勒。圣神强化，强攻，距离加一哦。我不太知道怎么弄。哦，因为都没有教学啦。这边消耗10个能量嘛。
好，放弃，我要结束。喂，我还在测试哎。好，没有办法。要让我帮你锻炼锻炼吗？然后那个卡牌星星就是我们技能吧？我守护他很久了。知识不是无价的哦。符文不足。哦，我们要花费符文，然后买卡牌。然后我们直接刷新吧。还有敌人，打一下。刚那个战斗教学实在太不 OK 了。我先走过来，然后点两下就封城。下面是我们的卡牌吧？我不知道这是数量哎、欸，上面好像是能量。那、啊、这个243什么东西 ？CD 吗？哎呀，不知道，我们再来玩一次，因为它实在是没有教学啊，没有战斗教学。点两下，哦，点两下可以放是不是？不知道。然后这是我的攻击范围吧。不知道这卡牌怎么用啊？怎么自动？还是要直接用啊？哦，被我按出来了！天哪，年轻人，这是4.5%，休息一下吧。二级经理，游戏还在测试阶段呢、啊，我希望他们能有一些战斗的教学。哦，因为真的有点辛苦啊。我刚是这样嘛，然后点两下再放。点两下，哦，点两下就是执行，而、啊、不是拖拉。然后这个点两下，好，因为没有敌人，这个雷点两下，这个好像有一个范围啊。点一下，哦，点一下可以点。点一下，然后再点两下，就会结束。知识不是无价的哦。然后我们获胜了，可以获得这个什么什么死的啊？我看看他说什么符文。好，有没有返回啊？不行。要让我帮你锻炼锻炼吗？哎、欸，怎么取消啊？比如说我这边不要了，怎么取消？好像只能用、哦。知识不是无价的哦。要让我帮你锻炼锻炼吗？好，随便用一下。那怎么取消？知识哦，放弃。不是无价的哦。哦，我懂了，放弃。要让我帮你锻炼锻炼吗？知识不是无价的哦。好，力量源自内心。然后有免费的东西，哇！游戏没教学，你们只能看到我在那边乱玩。那我现在只有一个士兵而已。好，回合结束。打我们，我们也反击嘛。好，我们靠近他，对不对？攻击距离增加一啊，没有啊，这是被动是不是？啊对啊，真的被动啊！哎呀，我懂了。没有能量的这种是被动，这种是被动。然后这种能量会消耗我的能量，造成20点伤害，不要投死。好，所以说这些技能是我们英雄的技能。好好，我了解了解了解。我守护他很久了。那我们就随便用吧，反正就拿到一些卡牌。然后我们不用攻击啊，可以叫这个召唤
召唤是不是？点它，然后可以召唤。你再一次，绿色才可以召唤吗？OK， 你看你都不用派士兵了，我们就用远程的这个法术把它干掉。哦，嗯，没受伤哎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好，跟他打一下，还是没受伤。我们不怕那个法术吗？好，确实他。那还剩八个世界嘛，我们力量源自内心，直接取消吧。我守护他很。好，这把 boss 了，来吧，打 boss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章节都还在教学，但是我就觉得教学比较弱。可以强化它，我已经会用了。就是我们召唤也只能在它周围，就是它会有一个范围啊。大家可以召唤骷髅兵了，骷髅兵。没有啊，这不是骷髅兵耶。远程攻击。还有落雷术啊，还在 CD， 还在 CD 啊，没有了。我觉得应该来个自动吧，被迫升。好，新手教学继续。这边是任务吧？要接受什么任务？任务成就。这个任务应该算每日任务吧？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是那个章节任务。然后这边成就还没有出现每日任务。好，那新手教学就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。这边的话，通过章节才可以开启，这个应该是吧？1000金币，欸，我有欸，来看一下。技能学院，我金币没了。想要学习什么技能呢？学习技能就是要抽卡包啦。我们刚刚那个在谜语里面也是拿到卡包嘛。那来吧，来建造吧。这个是我们金币每小时可以生产，好130，然后你可以升级，升级就需要这些资源。然后这是库存仓库。其实这种东西就比较简单一点啦，就是升级嘛。好，升级，那材料不足就要等，资源就在上方。大本营里面，他要我去兵营，要补兵是不是啊？兵种科技，大概会有一些相互克制吧，一阶、二阶，然后到7阶，不知道有没有克制哎，看不出来。那我们可以补兵嘛？那我现在只有女武神征兵，需要粮食、铁矿、木材。好，那英雄殿看可不可以啊？1000钻，没有，只有230。那没有福利吧？应该没有福利。看看新手礼包，哦有，在这边木材、铁矿、粮食还有钻石，虽然不多啦，200，因为欢迎欢迎，这个要1000啊。经常有厉害的人光顾这里哦。这个看起来不是抽，是直接可以招募，用钻石来招募。那钻石怎么获得啊？想要学习什么技能呢？要接受什么任务吗？没有啊，这边任务都资源啊，有这里完成章节的探索，这边会给我们钻石。好，那目前的话还要再通过第二章才可以继续玩。这是我的头像，头像用旗帜哎，可以随便换。然后活动，签到，攻城略地。好，
千道有拿到钻石嘛，然后攻城略地也有拿到钻石，那我们应该快1000的哦，1000的，那我们可以招募。欢迎欢迎，经常有厉害的人光顾这里哦。招募，他们就获得了法师。好，游戏目前为止还行还行。我看一下哦，那这边就是 roguelike 的玩法啦，就是三选一的世界。哦，三选一世界。善良的人才能看见我哦。这边是祝福的一些，一开始可以用。被动，被动，被动，三个被动。好，解析低。然后这个训练场。要让我帮你锻炼锻炼吗？哎，我们怎么只有一个英雄啊？是没上阵，好像不能上阵。离开会怎样？欢迎欢迎。经常有厉害的人光顾这里哦。我们刚刚那个补兵的地方是在兵营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边要上阵英雄？哦，果然这边要上阵，然后补兵一下。OK， 我们来换个弓箭手怎么样？然后再补兵，那要征兵。征兵。然后就有20000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补兵。啊，2000而已啊，2000我们就可以补兵。那这边一等是带30支兵嘛，然后是二等好像带60支兵，目前看起来是这样。那怎么升阶啊？不知道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有角色可以上阵，那就来吧，来吧，哎呀，重来了，重来了，因为这个刚刚也是这个嘛。善良的人才能看见我哦。那我们可以上阵三个角色，然后还有带兵这样子。好，那来打一下吧，骷髅兵。有没有自动啊？没有自动，现在还没有自动。然后你点这个兵，炸他。我没有炸他，是吧？好像，我看一下哦，你看哦，你看我点了这个兵种，我的英雄就换了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我点这个弓箭手，这个就换这个法师嘛，然后点这个枪兵还是什么步兵，就换这个女武神。那我们远程的好像可以直接射。哇，那我一定要全部换那个啊，对不对？想知道一定要换弓箭手会比较好，比较晃。不知道。好，那玩法上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大概是这样子的玩法啦，就走现在比较主流的 roguelike 玩法，然后是战骑士玩法，在那个六宫格，然后不知道几格啦，反正那个棋盘可以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然后敌人会越多嘛，现在都只有一只而已。然后你的角色可以用技能，然后会有那个魔力，然后技能有 CD， 有主动被动。然后在这边是我们的主页面，主页面有大本营的这个生产系统、经营系统、建造系统啊。然后我们可以升兵，然后可以招募英雄，欢迎欢迎，是抽抽是花钻，经常有厉害的人光顾这里哦。比较跟平常抽卡池比较不一样。想要学习什么技能呢？他这边应该是抽卡包了。想要学习什么技能呢？就是角色会用钻石买嘛，然后技能就是要抽卡包。想要学习什么技能呢？抽抽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是任务。要接受什么任务吗？大概是这样。剩下的玩法还没开，我还没开。欢迎欢迎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。我的第一。好，我是阿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管饭就行，大家拜拜。